还是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特别想向你学学那个海豚音行吗？你他好讨厌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嘛，让我完成这个心愿。好讨厌，你肯定行，你喊一声来。那我喊完你喊好不好？来你喊好不好？静姐来一个嘛。有点哑了，劈叉了。可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这些队员们，还想跟这个舞台说什么？我非常高兴，就是，我这辈子没有想到有机会来做女团，我真的觉得我来到这个舞台得到了太多的爱，留在这个舞台上，现在所有的姐姐都已经赢了，真的。这首歌真的是在这个乘风破浪的舞台的最后一首歌 Last Dance 送给你们，希望谢谢你们这个夏天一直在陪伴着我们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这一个 Happy Ending。 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拉票好不好？赶紧嗨起来，拉个票好不好？嗨起来。你从天而降，落在我的马背上，你在那万人中央闪耀着无声光芒，看不见你的眼光。谢谢宁静团，谢谢我亲爱的姐妹们，永远爱你们，你们在舞台上是最棒的，最闪闪发光的。谢谢毛毛子，谢谢小明哥，星星子交给你们，谢谢姐姐们。今天的六个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其实今天也算是姐姐们的毕业汇报演出，作为见证姐姐一路走来的制作团，今天你们对姐姐们的表现满意吗？哦，对了，还要说一声，最后一个表演是由我们的阿堪老师的。谢谢坑哥。其实今天感触还蛮深的，因为从六场公演下来，每一位姐姐确实在能力和技术上面真的提升了很多很多，我绝对是给他们超满分的毕业的。我觉得姐姐们在最后的这个舞台已经完全融入到音乐里，我看到了姐姐们热情奔放的跳舞，又看到了姐姐们摇滚的发泄。谢谢姐姐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想说的就是，女人年纪越大，经历越多，就越有魅力。人家说青春不败，但是我觉得是30不败，40不败，女人不败。哇，太棒了！永远不败，永远爱自己。三个月以前的初评，我给了张雨绮一张 X 牌，她私下就问我说：“姐，难道我真的是无限可能吗？”但是我每次回他微信的时候，我都支支吾吾的，然后用个头像来替代我的感觉。我当时的话觉得他具备当女团的潜质的，但是今天我很肯定的跟他说，你是可以的，你是具备无限可能的，30位姐姐是具备无限可能的，是我自己打了自己的脸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哎呀，提醒杜华姐，那个不叫头像，我们年轻人叫表情包。我感觉到了最后，杜华姐的烫嘴普通话又回来了。我的普通话进步了的。哦，我在的时候你不用担心，你的普通话肯定是最棒的。对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制作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再次提醒我们的浪花们，提醒大家，总决赛的两团分别表演了3首曲目，争取今年最终的7个成团名额，而今天的现场将决出1个名额，剩下的6个名额需要全网浪花的参与助力姐姐出道。欢迎我们两支冠军候选团的姐姐们再次回到舞台。
六月浪花需要在六个表演中选择喜欢的表演进行投票，最少选择三个秀，最多选择六个秀，现场总票数高的团将获得一个成团名额。支持宁静团的表演请按一四六键，支持李斯丹妮团的请按二三五键。倒计时六十秒，投票通道现在开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酷炫大天团。好，潇洒走一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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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姐姐们的爱，哎呀，二三五，我们不服输，你们给我们投件，我们就是最酷。一四六，一四六，一四六，一。一三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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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五。好，投票结束，又到了紧张的时刻。我们来看看三轮比赛两团拿到的成绩总分是多少，请看大屏幕。哇，非常的接近。对，其实并没有相差很多，差这么一点，很接近哦。哇，究竟票高的是哪个团呢？这一个名额究竟会花落谁家呢？